窗外鸟世界系列就是在我家窗前拍的，用的是 HS3-200-600， 还有一个两倍镜。然后这边是杠子寮炮台、碧沙渔港、八斗子渔港，经常会有大关鸠、黑鸢，也有曾经拍过游隼在这边飞。有一只怪怪的，妈妈帮我看，有一只白色的，头上有一只白色的。啊，出来了！对，看到它从后面那几栋这样飞过来。这是白色的，好奇怪，鱼鹰吗？鱼鹰呢？